由草屯镇卑南社区带头，含屯河平顶北投中原社区作为推动的福利社区化小基金计划，经过大约一年执行，老实举行成果展，把所有的手艺歌、歌团、素食料理等等做呈现，充分达到社区共学的精神。由草屯镇卑南社区来带领五个社区的理事长，现在展开着手艺的成果。同时，就此感谢大家用心执行小基金计划，依照着各社区的需求规划来形成着七个联名，达到共同陪伴行动的目的。那我们让我们的社区，有的社区几乎它都没有上云端的会计，啊，那因为执行了这个计划之后，他们也都把这个部分做得很好。还有我们的计划书撰写以及社区福利调查的部分，他们对这方面的课程吸收了，也都把这一些吸收的经验回到社区也在执行了。计划的特色主要就是说，他们有办理干部的培力营，那很多社区都提到说，他们办理这个干部的培力营，可以让他们就是在会务啊，不管是会务或者是财务或者是计划的执行上面更精进。经过着大约一年的推动，大家欢喜来做着成果展，展出着是人制作的手工艺，配合着合适的手艺演出，这个剧团素食料理上菜秀。那我们也玩得很开心，因为平林这个母鸡带得很好，然后我们学手语，还有蔬食。这次的小旗舰让我们北投社区就是能够学到云端会计。啊，还有在，对于这个素食的推广，让我们受益良多。那我们有学习到说怎么往前走，怎么去跟着平林社区，如何去跟着他们的脚步，然后慢慢去学习的一些动作、一些的活动、一些的计划这样。今年参加这个小旗舰啊，收获很多，除了在业务方面、志工的训练方面，还有那个云端会计啊，还有各种带领活动。在共同合作的过程，快速串联着各社区的感情，这个正好经验分享，展现着活力，这个团结力量，受到大家肯定。平林社区呢，身为一个领航社区，我觉得呢，他们呢付出很多，看到任何新的需要啊，比如说这个有关云端会计啦、方案撰写，他们都在本来的计划之外额外在付出。那另外这四个社区呢，也非常开放自己的态度啊，每一个社区啊，几乎每一项活动都非常投入哈，所以工作呢一直咧拢是倾全力哈，伫资源上啊绝对拢全力配合哈。有了这么好的合作成果，大家嘛期待每年继续来推动，会再展现着较好的成绩。记者林信，差不多。